我是 CC， 一个爱健身的吃货，今天来分享一个汤圆的新吃法吧，煮一煮，裹一裹，就秒变超好吃的小甜品，一起来试试吧。我闺蜜说她家的汤圆都是蘸糖吃的，你们那边是怎么吃汤圆的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我是 CC， 一个爱健身的吃货，祝你多吃不胖哦。